大家好，我是 Urban。 使命战场模式迎来了全新载具胡狼战斗机，空中的战场将变成使命战场中刺激有趣的全新部分。游戏内将加入全新载具胡狼战斗机，在每张地图中都将生成四架战斗机，并在小地图上标记其实时位置。战斗机上携带大量武器，可以在驾驶途中攻击地面上的敌人，也能够对空中目标进行攻击，满足战士们翱翔天空的梦想，效果十分强力，战士们可以围绕它展开争夺。地图中将加入导弹发射器，战士们可以使用它反制各种载具，尤其是空中的单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使用时需要锁定目标后才能发射导弹发射器，无法移动也无法被摧毁，但每台只有四发导弹，如何节约弹药就显得十分重要。由于胡狼战斗机的加入，使得空中单位的战斗力大大增加，对于资源的争夺优势明显，因此战士们需要及时反制战斗机。而战斗机在空中相遇时，也将使用机枪和导弹进行激烈的战斗，在广阔的天空中进行追逐。战士们，快来使命战场体验云霄上的畅快作战吧。